我是 Mia， 而家是资产管理顾问，在工联入面做义工都8年噶啦。咁而家喺荃湾地区嗰度负责青年组嘅活动，做紧筹委嘅。我的主任就是識英雄重英雄的人，他就會覺得、原來你是有 ideas 的，同埋你是、有年輕的活力，他不介意創新，不介意冒險，就不斷地支持我們所有年輕人去做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青年組的一個義工的活動組啊。很多時候出來工作的時候，個個都會跟你說、成本啊、利益啊，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反對意見啊，或者跟你說是要埋堆等等的。咁但係咧，就係喺呢度做義工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就係、你想做啲乜嘢，你講出嚟，大家會一齊去諗。哦，我想做，我唔想做，點解？即係大家，我係一個好天馬行空嘅人。咁大家幫手去將我一個好虛幻嘅 idea 變成一個實際嘅情況嘅時候，我覺得係比工作更加有意義。所以喺公園入面做義工咧，就會有很大的平台和很大的資源，甚至是很多的人會幫你去做一切的 backup。 你只需要做好你想做的事，和你開心做的事，你就可以了。只要你夠天馬行空，你就可以將你無限的想像力在青年組的活動裏面去展示出來了。立刻加入做工聯義工的行列了，耶、yeah!